有错别人。菲律宾的米特虾不错喝耶。Okay, so Avery assisted by first officer. The thoughts they seem to drown instead. 我现在在比雅士比，就是菲律宾100元披索，马荣火山所在的城市。这个城市都蛮乡村的，就有住到一个很原始的房间。住宿的顶楼就看得到马荣火山了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因为在下雨。我现在来换一个这里跟下面的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感觉比较会流汗，所以很容易就湿掉了。脸颊目前看起来还行，因为我买不到人工皮，所以我可能这几天先用纱布。人是有黏啦，但就是没会黏。我现在长得很奇怪，因为我贴了这个，因为刚才在下雨，我就点了 Grab 的外送，我就点了这家，上次吃就很好吃，烤肉连锁店，而且还有点他们的 Hello Hello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来吃这个，因为感觉它快要融化了。这有点水，还是原本就有点水水的。有是玉米，然后有珍珠，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有绿绿这个野果，然后有点太甜了，有点把它吃掉。哎，整个快要掉了。这些就是我点的烤鸡翅加鸡胸的部分，烤猪肉串，还有炸鸡肉。餐厅里面放的都是 chicken oil 嘛，难怪那时候觉得不辣，因为它就只是鸡油。那我们就是淋在饭上面。现在吃看有没有烤猪肉串。嗯，还不错，它的调料跟鸡肉是一样，只是有点咸。我点那个炸的，就是这个 chicken empanada， 因为它就是像印度的那种鸡肉酱，烤猪跟烤鸡都不错，真的就是正常，里面有料。你现在长得好奇怪啊！这些人工皮长得比较正常，所以我就买不到人工皮。所以这间推荐烤类的比较好吃。我要来继续吃了。现在开始我就只有一个人，我要开始大概3周的独旅。我之后还会去菲律宾的马尼拉、马来西亚跟印尼的爪哇岛。马荣火山，它长得很对称。他们的路上长这样，也是车蛮多的。他们居然有交通警察。上午也是一直暴雨，然后现在火山有稍微比较开了。我要来吃我的外送 Grab 了。我这次点的是一家叫超群的，也是连锁店，但是菲律宾的，但它就比较偏中式的。他们居然有米克虾，该不会是台湾人开的吧？居然有米克虾。然后我就点了一杯，它有珍珠红茶奶跟布丁红茶奶。我点了布丁红茶拿铁，然后加价拿100披索。这个应该是台湾的中杯吧，也蛮大杯的啦。菲律宾的米特虾，哎，我用错边了。菲律宾的米特虾，还不错喝耶。但它应该是奶精奶茶，不是鲜奶茶。如果来菲律宾想喝所有饮料，就可以去这家点米克虾。就我看它也有芋头鲜奶，是但外送那些 not available。我觉得台湾的米克虾还是蛮厉害，居然把它引进菲律宾。哦，感觉就是一个菲律宾菜跟中餐融合的料理。它又有炸鸡，然后芝麻球烧麦、
炒面跟白饭，把它倒进这里可以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还有一碗馄饨汤，来馄饨汤，味道蛮排。这还不错吃，这个馄饨是 OK 的。再看这个炒面，前面也很柴。还有附一个这个酱，他们的炸鸡都会配一个蘑菇酱，他们其实都包装的还不错，就是它露出来的，它都有独立包装，是这样的蘑菇酱，他们饭都会用这样包起来。用一个纸包起来，然后我妈以为是什么米汉堡，不是，就是一般的白饭啊。嗯，这好像是蛋炒饭，因为他们连蛋炒饭都是用这样包起来，看起来真的很台耶，蛋炒饭。嗯，味道真的很台耶，不知道好像是台湾人开的。哦，芝麻球这里。啊。那是麻吉，然后里面包的，我也不知道里面包什么，因为甜甜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这种贵不像，比较没有那种一般的店家，都是连锁店比较多。还有烧麦，嗯，烧麦味道也很柴。哦，它叫超群，是菲律宾第二大的连锁素食店哎。这就比 Jollibee 小而已，我觉得这 Jollibee 之前没有那么惊艳，觉得还好。Jollibee 的炸鸡堡是好吃的，但是又比较贵。超级好笑的，我今天又点了外送。我在这点什么酷呀？因为我坐这里没有很方便，就是要走很远才好吃，而且它选择很少。我一直以为菲律宾可能随便走出去都有小吃，但是我住这里就刚好没有。我就点了 Grab 外送，就还蛮方便的。我点的是很想吃的 crispy pata， 它看起来应该就是炸猪脚吧。我有吃过他们的 lechon， 就是烤乳猪，可是一直没有吃到炸猪脚。这跟 lechon 一样，价位比较高一点。这一只猪脚就要800披索，大概600块。这个是我点的一个菲律宾布丁，好小哦，超级小一个。还有点一个 Palabok， 就是十字烘焙米粉，我觉得这很好吃。上次在有一些连锁店，我不知道怎么念的，那有吃过。哦，好烫哦，超级烫的。他们这里吃的东西都偏油，然后没什么青菜。酸汤是个好选，因为酸汤都会有蔬菜。耶，来拍个照。这就是 crispy pata 炸猪脚，然后旁边有 palabok 紫锦烩米粉，还有点了一个菲律宾布丁。这旁边有附酸菜跟一个，应该是酱油。他们真的很爱酱油哎，台湾也很爱，所以他们口味真的蛮台的。拿筷子，嗯。炸鸡脚，我再来尝尝看。这有点不太像酱油，因为沾酸的。可能是加荆棘之类的东西，他们调味料很喜欢加荆棘，有一点点酸酸的，但瘦肉其实蛮多的，怪现在都是瘦肉。不过如果要我选，我会选雷球，因为雷球没有骨头，这个 crispy pata 就是有骨头，要撑骨头比较麻烦。那试试看这个 palabok。一样有荆棘，这就是有点酸酸的，比较好吃。我把它拌一拌，
上面应该是炒猪脚肉，这个也是我这次来菲律宾才试过的，我上次来没有吃过这一道。嗯，很好吃耶，我吃了两家店，这个都很好吃。来试试看这个布丁，菲律宾布丁，闻起来其实还蛮香的。我之前查过说菲律宾布丁有加炼乳。嗯，这跟我上次在苏屋吃的完全不一样。它是那种超级浓密的，不知道真的有加炼乳。上次在苏屋吃好像有点脆脆的，我看那个不是菲律宾布丁，它这个就是那种入口即化。我在台湾吃好像也没有那么浓密耶。这次也发现菲律宾食物其实也蛮好吃的。我上次觉得菲律宾食物很台很普通，但上次没有发现好吃的。嗯，有上次有一些好吃的，像鸡翅、咖啡、薄荷酒、椰奶。